公主御用泰迪熊，民众抢看。小朋友们人手各抱着一只可爱的泰迪熊，为泰迪熊特展揭开序幕。台中星光三月中港店昨天起到一月六号，在馆内十楼举办经典泰迪熊特展，特地跟台湾泰迪熊协会和收藏者商界展出140只泰迪熊，半数为原创品。其中这只复刻版的熊可是大有来头，也是全台首度曝光。这是陪伴俄罗斯桑尼亚公主的泰迪熊，保姆啊帮他做一件哈萨克的传统服饰，他比较喜欢，从16岁就开始抱着他。原版市价约28万，复刻版也有20000元的价值。里头更展出22国艺术家创作的手工泰迪熊，其中也包含台湾百年纪念款。昨天下午一开幕，就吸引大批民众前往参观，小朋友们全都看得目不转睛，不亦乐乎。动新闻好可爱哦，报道。